发邮件了，说了会提前下班，希望下午可以跟他约个会。然后我就看到他跟其他男人睡在一起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给他发邮件了，我跟他说了我会提前下班的。不要想太多了，一定有原因的。怎么可能？Расскажите, пожалуйста. 我就跟你说有原因的吧，他没有收到你的邮件。